而主办单位特别请来两位保镖在旁，粉丝为了目睹巨星的风采，早就在机场大厅等候，等李敏镐现身。他一出现，赶快拿出手机排排站，拍下偶像留作纪念。想我们爱他，赶快来台湾开演唱会。words to anyone.